它很有可能呢，是因为是跟那个鱼群呢从误入到这个淡水的水域，然后这也是从侧面呢反映出我们现在整个浑河的一个流域啊，它一个水质环境和生物的一个丰富性是做得很好的。 短期呢是在淡水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淡水和海水毕竟有一个盐度差，可能会它对它的一个眼睛和一个雪纳造成一个一定的影响。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说内陆东北啊，这个沈阳这个地方啊，可能到冬天的时候啊，会有一个冰冻期，这个河面呢，它可能它活动的范围啊，可能会变小。 那它的捕食的一个范围呢也会变小，到那个时候呢，可能是对的食物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个影响？像在这种河道的闸口附近呢，因为它这个。 生物资源啊比较丰富，像鱼啊一些虾呀、啊、这种生物比较丰富，所以呢这个斑海豹啊出现的几率会大一些。然后我们呢也是在这些区域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观察和寻找。下一步工作呢主要是也是在政府一个主管部门渔政部门啊的一个领导和指引下，然后我们完成一个后续的工作。 主要是我们发现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就地检验，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也是通过专家的一个评审，然后判断它是否合适，核实，什么时间，然后能够放归到大海。